えっ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二零二一康奈年度趋势论坛，我是周云杰。在今天的 session 里面，我们基本上会来讨论的是台湾未来的经济以及国际影响力如何透过数位升级还有科技的方式持续的提升。那其实五 G 就是一个中间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的技术，包含了我们现在看到了几个趋势。第一个，五 G 其实在 二零三五年的时候呢，已经预计会有十三兆美元的经济规模产值。那应用的范畴也包含的非常的广泛哦，包含了医疗，甚至是智慧工厂、联网设备，以及各各式各样的通讯的需求。那另外一块，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民众其实对于五 G 联网这相关的生活应用，已经渐渐的习以为常了。 包含了五 G 的手机，甚至是五 G 的 PC，也都慢慢的推陈出新到市场上面。这对于台湾的消费者，甚至台湾的供应链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至于未来五 G 到底在国际上会如何带动经济的复苏，甚至是会如何来改变大家工作甚至生产的模式，今天我们就要来邀请到高通副总裁暨台湾与东南亚区总裁刘思泰来我们分享，让我们欢迎他。 Greater connectivity benefits the greater good. That's why at Qualcomm, we invented breakthroughs that make 5G possible. See us where 5G is enabling personalized healthcare for more patients so they can get the care they need down to a single heartbeat. See us where 5G is helping to make remote education more accessible, building stronger connections for more students and teachers from big cities. To small towns, and where 5G is transforming manufacturing to be more efficient, productive, and less wasteful. Together, we can use 5G to help make our streets safer by making city infrastructure smarter. See us where 5G is helping to create a more sustainable future for us all.

一起从 5G 与毫米波技术的最新成长动能，探讨企业如何借由联网和行动运算技术落实数位转型，进而掌握关键机会，实现产业创新。早在疫情爆发之前，联网能力已被视为人们维持联系不能缺少的关键技术，在高通。 我们更见证了投资在 5G 还有其他行动技术上的重要性，迈向后疫情时代，这些随之而来的强大效益只会持续增加。对所有人来说，我们现在正一同站在下一个全新十年的开始。我们看到已有许多产业及企业。 正透过越来越多的连接到云端的智慧边缘装置，加速数位转型，甚至驱动下一波全球创新的趋势。而五 G 能够实现更具互动性、沉浸感和参与感的全新体验，在其中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即使面对过去一年半因为疫情而出现的挑战。 五 G 的发展动能依然超出所有人的预期。从二零一九年四月，全球第一家电信业推出五 G 服务，到今年八月，已成长总共一百七十五家，而同时还有超过两百七十五家正投资部署五 G 技术。预期两年后，全球五 G 连接数将超过十亿，这比四 G 的速度整整快了两年。 五 G 的快速普及正成为带动各个区域经济成长的强大引擎。五 G 装置的扩展速度也和它的成长动能一样快速。我们的解决方案在各领域实现了将近一千款五 G 设计，其中包括智慧型手机、平板、b c 数据卡、家用 CPE 以及 XR 眼镜。 随着更多五 G 网络部署以装置出现，这个生态圈正驱使我们迈入新一波的创新浪潮。根据 IHS m a r k e t 的数据显示，到二零三五年，五 G 将创造全球产值超过十三兆美元，提供超过两千万的工作机会。五 G 所创造的丰富机会。 让它能带来比前几代蜂巢式联网更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力。其中，在一般工作环境中，过去十多年，企业一直试图加速云端应用。这样的全球趋势也因为疫情加速实现，且快速地将技术功能推向更有扩展性、更弹性的云端。 这些功能也将协助创造更多的资源。透过 5G，员工的工作体验将更丰富、更沉浸式，更能因应技师的工作需求。讯息交换也不再仅限于办公室内，而是需要能在多处交流。但这同时也代表企业要考量安全风险的增加。 远端装置及软体的管理与更新问题，尤其当远距工作形态的需求增加，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在次讯会议和线上协作，这也永远改变了我们使用 PC 的方式。这些改变大幅提升我们对 PC 需具备高安全性、长达多天的电池续航力。 并且能一直保持连线等特性的需求。然而，即使疫情过后，这些需求仍会长期存在。根据不同的产业研究显示，超过八十 percent 的雇主计划未来让员工至少部分时间继续远居工作，还有超过七十 percent 的员工希望未来保有弹性远居工作的选择。 过去，使用者在传统 PC 上会碰到的问题，不外乎是 PC 体积厚重、开关机慢、风扇甚大、电池续航力不足，当然还有不稳定的 WiFi 连线，这些都是导致时间浪费，还有低生产力的原因，让使用者少了一个真正的行动力无缝的 PC 体验。 作为消费者，我们都已经习惯在智慧型手机上的流畅互动，这也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希望在 b c 上所获得的使用体验。因此，我们将智慧型手机拥有的长时联网能力、领先的相机技术、沉浸式的 Audio、Video 荧幕使用体验，以及 AI 和强大的功耗带进 PC。 打造 Always Connected PC，即长时联网的 PC。随着企业开始将多数应用程式放上云端运用，使用者对联网能力的要求也加速提升。因此，支援五 G 联网能力的常时联网 PC，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五 G 借有如同 光纤般的速度、超低延迟和超大容量正在提升联网能力、行动力和生产力，以满足当今世界随处即可工作和学习的需要。但是，新时代对生产力的需求已不仅止于联网能力。 还需要高品质的 camera 和 audio 来实现清晰顺畅的线上参与，透过 AI 实现自然的协作，并搭配增强的安全性工具。因此，我们一直持续以包括红基、微软、联想、惠普、三星等以及其他业界领导者密切合作，共同打造五 G 长时联网 BC。 它所具备的特性，以及领先业界的 camera 和多媒体功能，搭配先进的 AI 架构，可在不用牺牲电池续航力的情况下，提供出色的效能，并借由轻薄安静的装置使用体验，让智慧型手机所有的优点都能在电脑上实现。回想起来，才不过四年前左右。 我们分享了第一个执行 Windows 系统的高通 Snapdragon 运算原型。当时我们坚信，智慧型手机的体验就是人们所期望的 PC 体验。只要拿起笔电，掀开机盖，就知道它已经连线、同步，并且可以使用，不用担心还要插上电源线或者询问 WiFi 密码。 高通 Snapdragon 运算平台透过驱动 5G 长时联网 PC，带领整个 PC 产业，实现各产业以企业对 PC 行动性的需求，更借此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现在就让我们透过影片一起体验长时联网 PC 的丰富使用情景。 长时联网 PC 能满足的使用情境非常多元，并且在这个更重视技师沟通、远距协作的时代，是企业能掌握商机的关键动能。然而，要完全实现这些使用情境，还需要 5G 毫米波技术的资源。毫米波是释放 5G 全部潜能。 还有实现未来的运算体验非常重要的技术，除了能够支援数千兆位元的传输速率和超大容量，同时节省成本，这些都是实现五 G 最初的承诺，也更加凸显毫米波的优势。g s m Intelligence 的分析报告就揭露了令人惊讶的资讯，在容量需求高的地方。 使用具有毫米波和 mid band spectrum 的系统时，需要耗费的总成本比仅使用 mid band 来得更低。在网路速度方面，Ogla 数据报告显示，根据商用装置上的实测结果，5G 毫米波呃速率比运行在 sub 6 gigahertz 的 5G 网路速度快上十六倍。 相较 L D E 更快上了三十八倍。透过家用匝道器的五 G 毫米波数据机的网络连接，我们可以直接在云端上跟远在地球另一边的朋友互动，操作沉浸式游戏，并接做五 G V R 探索世界。在公司内，我们可以透过即时翻译影像和客户见面。 当我们走访其他驻点时，可以透过五 G 长时联网 PC 连上基于云端的企业应用程式。毫米波的动能持续在升温，现在意大利、日本、新加坡和美国都有商用毫米波网络。到今天，全球有超过一百八十多家电信业者正在投资毫米波技术。 我们非常开心能与全球多家电信业者合作部署这个关键技术。其实上，高通是目前全球唯一能提供完整毫米波解决方案的领导企业，让 OEM 厂商和电信业者能够提供极大的网络容量与效能，甚至实现室内毫米波网络覆盖。 为企业带来增强的联网服务和新商机。未来两三年内，我们预期毫米波能够在所有地区进行部署，或者获得授权许可。高通对五 G 的愿景是打造一个统一的联网结构，还有能激发未来创新的平台。它将扩大行动网络的价值。 连接新的产业或装置，使用新的频段，并实现全部新的部署。透过持续和大量投资研发，我们致力突破 5G 可能的极限，为客户提供最完整的解决方案，以降低复杂性，同时协助他们在全球追求创新和成长。 借由推动行动、运算、车用等领域的技术发展趋势，我们为实现令人更期待的全新机会和更多创新奠定基础。五 G 对 B C 产业的影响已经发生，把智慧型手机体验带入笔电的五 G P C 已经走入我们的生活，而下一代运算平台，它在更大幅改变生活。 城市产业样貌的 AR、VR、XR，这是即将到来的未来。在推动这些改变的过程中，台湾的智通讯产业及创新研发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台湾拥有完整的产业供应链以及丰富的技术人才，从网通设备、行动装置导入高通 5G 平台到 AR、VR。 远端协作各项垂直应用，台湾相关厂商都能提供软硬件的设计产品，并且能够在高通平台上测试运算，这些都证明了台湾是发展及试验五 G 与尖端科技垂直应用的最佳场域。随着台湾以全球二零二零年正式迈入五 G 世纪。 高通持续扩展在台业务，投资以人才培育，并与技术和资源与台湾企业伙伴、新创团队合作，吸走台湾抢占全球五 G 商机。包括在先导报告中提到的，台湾电脑品牌大厂及相关供应链，是高通推动五 G PC 的重要伙伴。 早在二零一八年，我们也设立了台湾营运与制造工程及测试中心，作为高通供应链运作的核心据点，强化与台湾产业的伙伴关系，让台湾的技术连接国际。同年，我们成立了 g o a l c o m m Innovation Lab in Taiwan，配备全面的五 G 测试环境。 还有多媒体 AI 及 CPU 的设计的研发中心，持续扩展在台湾的研发能量。最后，在扶植台湾五 G 新创研发方面，高通透过二零一九年推出的高通台湾创新竞赛，以及高通台湾研发合作计划，分别针对台湾新创团队以及全台。 十所大学进行人才培育，以加速台湾新创生态系的成长。台湾具备完整资通讯产业供应链的优势，在发展 5G、AI、i o D XR 等尖端科技垂直应用及跨产业研发创新都非常有竞争力。5G 驱动的全球产业变革。 而巨大的商机是高通有史以来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是台湾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价值链的最佳机会。高通会继续与台湾企业伙伴、新创团队合作，并加速新创生态系成长，一起超越疫情的阻碍，共同迈向一个更紧密连接的疫后新世界。谢谢。 谢谢刘总裁的分享。从刚刚高通的简报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知道，五 G 带来的是一个更加智慧、也更加廉洁的未来世界。 那其实这一次五 G 推出才短短的大概两年多的时间，我们也看到非常快速的普及速度以及市场的应用程度。那甚至这样子的速度是比当初在四 G 网络在推出的时候还要再更加快速的。因此，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新可能？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新机会？也请大家持续关注康耐的趋势报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